这个。荣耀哥。啊，你这一等来好了。
女孩子都是女生啊，一定要男的主动啊，还是要感觉女孩子，对，谁一定喜欢对方就是就这样。吗？你出过了吗？我两个，我不知道你有的。
它然后报价呢？他跟老婆是同学，是深中村的学生。